根据越南当地国营电台报道，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今天过世，终年六十一岁。报道指出，他是因为严重疾病去世，经过国内外医生以及教授的努力，依然治疗无效。在今天上午十点零五分，在河内的108军事中心医院病逝。陈大光是越南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。 二零一一年被任命为公安部部长，并在二零一六年四月上任越南国家主席。更多最新报道，敬请锁定民进电视。